无法县。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。2004年10月17日因病在济南齐鲁医院去世，享年89岁。去世后将军被安葬在故土。无法县的墓地位于江西省永丰县军部乡大安村内，坐落在河边的一个小山头上，旁边有一棵百年老樟，在过去是一间小学校和一些散居的民房。墓地有100平米，花岗岩砌成的木台和栏杆，墓上方立着一尊无法县身穿将军服的铜像，基座上写着几个字：无法县将军陈绥艳立。图为无法县将军塑像，图为纪念无法县将军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。